哇，你见鬼了！乔木飘，你要去约会对不对？对呀，我要去赴一个很重要的约会。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跟 Dennis Day 对不对？才不是呢，我是要去跟周杰伦、苏打绿、罗志祥、林俊杰跟五月天，还有好多的歌手一起来约会。哇，你约会的卡是这么疯狂，在哪里啊？在我们的2012一斗流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啊。5月6号在高雄巨蛋，可是他不能去耶。 没关系，只要锁定我们的全程 Live 直播 Hit FM 联播网 TVBS 欢乐台、华视数位频道 All Star TV 以及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Hit FM 1077全程直播，2012 Hit 流行音乐奖要你好看。